This is the Pearson Edexcel GCSE Paper 1 Listening in Chinese, Higher Tier. Sample Assessment Materials for First Teaching, September 2017. You have 5 minutes to read through the question paper. You may make notes at any time. You may open your question paper now. Question 11. 周末我有一场足球比赛，同上海嚟嘅足球队比赛，佢哋亦系中学生。足球比赛喺下午3点开始，比赛以后我哋一齐食饭。 我哋送俾佢哋嘅礼物系学校嘅球衣，球衣系红色嘅，佢哋好喜欢。我嘅中文唔好，但系上海嘅学生英文好好，所以我哋可以讲好多话。 周末我有一场足球比赛，同上海嚟嘅足球队比赛，佢哋亦系中学生。足球比赛喺下午3点开始，比赛以后我哋一齐食饭。 我哋送俾佢哋嘅礼物系学校嘅球衣，球衣系红色嘅，佢哋好喜欢。我嘅中文唔好，但系上海嘅学生英文好好，所以我哋可以讲好多话。 Question 11. 周末我有一场足球比赛，同上海嚟嘅足球队比赛，佢哋亦系中学生。足球比赛喺下午3点开始，比赛以后我哋一齐食饭。 我哋送俾佢哋嘅礼物系学校嘅球衣，球衣系红色嘅，佢哋好喜欢。我嘅中文唔好，但系上海嘅学生英文好好，所以我哋可以讲好多话。 周末我有一场足球比赛，
同上海嚟嘅足球队比赛，佢哋亦系中学生。足球比赛喺下午3点开始，比赛以后我哋一齐食饭。我哋送俾佢哋嘅礼物系学校嘅球衣。球衣是红色的，他们很喜欢。我的中文不好，但是上海的学生英文很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讲很多话。